苏东坡有一晚咧发咗个梦，咁佢咧就梦见同个妻子咧就系乡间，咁妻子咧就坐喺即系坐喺个窗前，咁咧夫妻分隔十年，天各一方，突然间相见，真系悲喜交集，千言万语，点知一阵鸡啼惊破好梦。为我哋演出嘅咧就系潘永生师兄同埋陈云香师姐，我哋俾啲掌声欢迎佢哋两位。
今宵正有照银弓，我含泪细看妻模样。
I'm
走走边缘。
Shut up.